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Osa。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日本的手工鞋厂 Senyo Yamajo 三洋三厂的鞋款有耳郎。这双鞋子啊，它的制鞋结构是 Goodwill Construction， 也就是固特异沿条制法。鞋面的设计呢算是蛮基本的素面牛筋鞋，不过呢它有几个小细节值得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啊。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地方啊有一道弧形的车线啊，一般我们称作这样子的设计呢叫做 Swan Neck Design， 也就是天鹅颈的设计，意思就是指说啊这一条车线就好像是天鹅颈般那样优美的弧度哦。所以呢这一道车线呢如果做得很平顺，转折处也是很柔顺的话呢，就表示啊这个天鹅颈是做得比较好的哦。那还有个地方啊我们可以欣赏的呢就是鞋身的这里跟这个盖头这边啊这个地方啊，它是采用啊两道车线的设计哦。那基本上像这种两套车线的做法啊，它是先车一道以后再车另外一道，所以说呢这两道车线的间距啊如果越靠近然后又车得越整齐的话呢，表示啊这间鞋厂它在对于细节的事处理比较到位的，也是比较用心的哦。再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它鞋底的制作方式哦。啊，三洋三厂的鞋底的制作呢采用的是长缝线的设计，鞋头呢打了两排铜钉呢来抗磨损，鞋腰呢我觉得收的算是蛮窄的哦。那中段的部分呢打上他们家的 logo 以及产地 made in Japan。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这鞋子的内部吧。好，那我再用手电筒来照一下哦。好，那这样的话呢应该算看得蛮清楚的哦。这双鞋子的鞋垫内部的前端啊很干净平整，没有什么钉痕啊或者是锁具的痕迹，这就证明呢这一双鞋子采用的是 machine lasting， 也就是机械成型的制作方式哦。好，那最后我们就再来欣赏一下这双鞋子的制作细节吧。好，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希望大家会喜欢。